不接任务。我在打电话，不回，没有反应。你黑压压一片人，就是乱转。他怕里头那人偷他东西，他们把门都锁住了，不让人出来。逮到都不是不好消息。没法行，我也没法表达了。啊，昨日办一下子几百个人，孩子那脸都发的都不相应了。没法，我认不出来，我跟我一马上。皮子掉了一块子一块子的皮子，就这唯一日子失去了，今年十五年了。当个是七河，在洛阳宾馆。洛阳宾馆呢，大厅里头都是死者这遇难这些乡亲，都给那挂着叫匾嘞。叫我估计着没有一千人差不多这样子。当时去了以后，还是见不到人。以后又给我们拿到这黄河宾馆，到黄河宾馆还是见不到人。我去看了都不叫我看，一群子老不叫看我，最后不行。当时接见了以后，都是强行叫你拿着火把，那个钳子，叫你就火化。如果你要不领钱的时候，这钱啥时候都不会给你。这人没了，不知道这以后咋办。俺闺女那年都19啊，才19岁啊。我妻子，当年她31岁。2000年的时间是32岁不在了，我的心里都有难受啊。自从出了这次以后，他掉光了，见人都哭，不好出去不见人。就是我掌柜他外婆，也就是说，这是哭了一晚上，邻居都去劝他，到第二天，他自己上吊都死了。孩子妈从这点一生气，带着不好这笔，没啦。孩子们总感觉了不是原来那个家。孩子一生来的也都不知道，我要是日子在，我就去寻他。哎呀，闺女啊，没你跑那个，到这年没回来的，我给转过去。我失去了家里顶梁柱，失去了精神支柱，我该怎么办？顶梁柱也不在了，那时间。家全部一个家都不中了，一个女人过得真不容易。我一个人带着3个孩子，也没有工作，没有啥，到最后了找了一个临时工，一月才400块钱。养老金够吃饭，一点啥事也经不起。八口人，只靠我一个人出去干活。放着门口门都没安，我做了一点点依靠，我没有。我都想死，我开了三轮车都想往河里跳。要不是这个事情，我比以前更好了。现在你到底是20年。如果闺女要是活着，那生活条件就会更好一点。又到这10月25号，又想起日子。年年去那东都上山那个纪念孩子们的灵魂，也去那边做一个纪念。真是放不下，这纪念都15年了。也没人过来看我们，慰问我们，我们家属。没有一个人来管，没有一个人来问。我们没有办法，是马航事件，这个东方之星出了事以后都非常重视。可是洛阳这个震大的事故过后，竟然没有人提。15年，他们确实是帮我们。